从今天开始啊，我准备用20多集这个篇幅呢，讲一讲这个大唐开国英雄谱，就是英雄乱世争从龙。我们第一集呢，就是讲辽东鏖战出英雄。说起隋唐之际这个英雄啊，就引两个评书常用的词语来讲呢，最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的这个有名的人物呢，第一个肯定就要数秦琼、秦叔宝了。秦琼、秦叔宝之所以能这么大名鼎鼎，除了小说、演绎和戏曲这种渲染之外呢，我们中国人大年初一天门神左边那一位，就是这位秦琼、秦叔宝。门神虽然说我们一年才一贴，但这一贴就是一年，所以呢，我们无论是谁，小的时候刚刚懂事儿，大概其实都会知道门神是秦琼和尉迟恭这两个威风凛凛的人物。其实呢，那个门神啊，在我们中国商周时代就有门神。当时民间在门上画老虎当门神，用来了辟邪避讳。到了汉代呢，左右两边都有人物了。不过这两个呢，都是神怪的模样，一个叫申叔，一个叫玉律。当然，现在读神荼玉垒也行。传说中呢，他们掌管啊鬼神出入。到南北朝时期呢，中国人在大门上呢又不贴人画的神怪了，贴什么呢？很奇怪，贴两只大公鸡，称为鸡王镇宅。这大公鸡呢，一贴就贴到唐代，到了宋代呢，中国的门神实际上才开始确定下来，就是两个完全依据真人模样划定的样子，威风神武。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呢，这两个门神也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有到了元代，门神才开始真正的有名有姓。左边就是秦琼，这个右边就是尉迟恭。那么这秦琼和尉迟恭怎么成的门神呢？从元代起，民间演绎和戏剧的力量就日益增大了。秦琼呢，成为门神最早的传说就是讲唐太宗当皇帝之后啊，常常在晚上听到或者看到有鬼魂鬼魅，吓得心惊肉跳。因此呢，大将秦琼当时自告奋勇说，我和尉迟恭晚上全身甲胄为陛下把守宫门。结果当晚鬼魅就没出现了，大喜之下也不能天天让这两位大将军天天守在宫门外替自己站岗啊。唐太宗就让人画秦琼、尉迟恭的画像贴在大门上。这个故事呢，后来被编入明朝的畅销书《西游记》里面。从此呢，秦琼、尉迟恭就作为门神完全固定下来。不过呢，《西游记》当中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呢的故事更曲折，更有文学性。《西游记》怎么说的呢？就是唐朝开国初年，长安附近有条这个泾河，这个泾河老龙呢触犯了天条啊，其罪当斩。于是玉皇大帝就派这个唐朝大臣魏征啊，第二天5时3刻监斩这个老龙王。为了保命，那个泾河龙王在行刑前一天就化为人形，入宫向唐太宗啊李世民求情，就求他第二天你把魏征拖住了，如果魏征没有时间当监斩官呢，我就能保住我大龙头。唐太宗当时满口应承，就觉得魏征自己的臣下，这事好办。第二天，唐太宗就让魏征入朝，让他成天和自己下棋，目的就是让魏征无法脱身啊，监斩那老龙。魏征在宫内呢，当然就不能去监斩了啊。谁料到5时3刻之后，正和唐太宗下围棋，那魏征坐在那里打盹了，着了。唐太宗呢也没在意，就没叫醒他，而魏征恰恰就用这个打盹的机会呢，灵魂出窍，把那泾河老龙就给杀了。泾河老龙被斩之后呢，深怨唐太宗掩耳无信，他那鬼魂呢，大龙魂就天天在皇宫内大吵大闹，向唐太宗讨命。唐太宗每夜都被老龙王呢冤魂吵得受不了，只好向群臣问计。由此大将秦琼挺身而出，臣愿与尉迟恭戎装立门外以待，龙王鬼魂自然不敢再来宫内骚扰。果然呢，有这两位大将守门，龙王的鬼魂就没再出现了。唐太宗呢，终于睡了一宿好觉，也得不了抑郁症。日后呢，为免这两位大将辛苦，唐太宗就让宫廷画家把秦琼和尉迟恭的形象描绘下来，张贴于宫殿正门之上。这故事传出去之后呢，民间跟风也把秦琼和尉迟恭贴在自己大门上。这老哥俩从那儿开始就为我们中国人站岗了，而且一直站到了现在。即便是民间传说，其实也不都属于空穴来风。为什么呢？为什么老百姓偏偏喜欢秦琼和尉迟恭让他们俩当门神呢？是他们孔武吗？是他们威风吗？是他们武功高强吗？都是。但说一千道一万，最主要的，这两个大将大英雄还是
人品好，忠心耿耿，尽职尽责，所以说呢，他们才能在中国这么多英雄当中脱颖而出。秦琼、尉迟恭之所以能日后被选为门神，也就是呢，我们中国人对这两个隋唐英雄品质的最高认可。秦琼、秦叔宝如此威名赫赫，不仅在于他是左门神，门神 number one。这民间叙事当中、演绎传说中的说起隋唐英雄，这位秦琼一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是让我们老百姓衷心敬佩的大英雄。在小说里呢，是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这个威震山东半边天的这个神拳太保小孟尝。那么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秦琼，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到秦琼、秦叔宝，听过评书《隋唐演义》《说唐》啊，这些观众啊，肯定脑子里马上涌现出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秦琼、秦叔宝，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道眉黑如刷漆。就说他是山东响马出身，似乎生来就是一个造反派、造反者。演义里面呢，当他出场卖马的时候，秦琼卖马嘛，好像都30多岁了。经历方面呢，似乎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为朋友义气，这样才抗隋造反的这样一个英雄。真实历史上秦琼是个什么样子呢？从精神面貌看，评书演义所说的都不差，真秦琼应该和门神上面的秦琼差不多，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秦琼呢是齐州历城人，历城就是今天山东济南，所以说确实有典型山东大汉那种身板。当然了，史书上没有刻意描写他长相的这样的词句，但从他开始入伍的时候，长官对他的印象和评价就可以看出啊，就可以推断，秦琼确实是个俊伟的男儿汉。那么秦琼到底是不是这个响马强盗出身呢？肯定不是，他上面三代曾经都是北朝的文官，唐朝之后呢，对秦琼祖上的记述呢，这个史书上一度非常混乱，连他爸爸的名字呢都搞混成一位济南守将叫秦仪。其实呢，最清楚秦琼家底的倒是我们当代人，这是为什么呢？1995年在济南经七路银行宿舍挖出一古墓，正好就是秦琼他爸爸的墓。从墓志铭当中，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秦琼的爸爸叫秦艾，而且呢，上面一直记述了秦琼三代，就是上三代的姓名和官职。这条考古消息呢，说句实话，知道人不多，所以至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有学者在那激动万分，争辩秦琼的出身，还有地方志呢，就说秦琼啊，世代铁匠出身，就更不靠谱了。秦琼绝对不是什么穷人出身，也不是响马大盗出身，而是一位落魄贵公子，在乱世无奈才入伍当兵。秦琼啊，是从隋入唐的人，他生来就遭逢乱世吗？还真不是。秦琼这个人，他的童年少年时代呢，生活在隋文帝时期，这个是在相对安全安静的大时代环境下成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隋朝隋文帝灭掉南朝陈国之后啊，使得分裂了近400年之后的中国啊变成大一统的国家了。隋文帝实现了大一统，按理说秦琼的家庭应该安居乐业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一样的，幸福的家庭的幸福都是类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不幸。从秦琼家庭来讲呢，秦家呢从前肯定小康过，也阔过，但到了他这一辈呢，由于他父亲早死，秦家的境况是每况愈下，说不好听点了，就属于破落户了。这样人家的子弟，你要想出人头地，要想重振家门，肯定就得自己从零开始了。幸或不幸呢，青年秦琼呢恰巧赶上了隋炀帝时代，这又是一个大动荡时代。如果我们读《新唐书·秦琼传》，会发现史书当中开头这样写秦琼：秦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人，始为隋将，来护而帐内。就让我们今天大跌眼镜的是什么？秦琼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隋朝的一名正规军。不过呢，当时的秦琼才18岁，是个年轻帅哥，也不像我们戏剧中啊、评书中那种出现就老武生30来岁的样子。而且呢，秦琼初入军中，进入隋朝名将来护儿手下效力。当时呢，秦叔宝他母亲去世，来护儿特意派人去吊唁。当时军中啊，那些参谋啊，那些军官都十分惊奇。就为这件事儿呢，来护儿手下的亲信还特意向主将来护儿问这件事儿，就士兵阵亡和士兵亲人去世，军中这样的事情挺多的，
将军您从来没有啊问过这些事，为什么您今天唯独对秦叔宝格外礼遇呢？”来护儿当时这样回答：“此人勇悍，家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你看原意是什么意思呢？秦琼这个人勇悍无比，有志气节操，此后他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功成名就，我哪能以对待一般的卑贱士族这样态度来对待他呢？来护儿这个人是江南英雄，他数代名将，很有识人之见。那么秦琼当时这个年轻小伙子刚刚入伍，就使得这位大将对他十分看好，可见呢，以貌以武以才，秦琼绝对不是平常人。不过呢，赏识归赏识，来护儿本人呢倒没有来得及呢大力提拔秦琼。生活在成平时代呢，秦琼他以白身入伍，他也没有什么大的官职，想凭空挣取功名很难，幸或不幸，隋炀帝时代呢，征伐高句丽，乱世马上就要开始了。作为一个年轻的军队战士呢，秦琼机会就来了。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句丽的时候，广招天下壮士，秦琼当时因为作战勇猛呢，就被朝廷征伐到远征军当中了，参与征伐高句丽。虽然参加远征军就意味着这个脑袋天天就要掖在裤腰带上了，但是也增加了无限的功名利禄啊，成就这样的一个机会。于是呢，就在第二次隋炀帝征伐高句丽的这个隋朝大军当中呢，作为一名大头兵，这个秦琼呢志气扬扬，就走在军队当中。公元614年，隋炀帝大业九年阴历6月上旬，辽东城下，就是今天的辽宁辽阳啊，40多万隋军将士正在拼死攻城。给我们后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肯定是隋军的攻城人数，在这40万隋军身后呢，还有60多万钢铁洪流，隋军从四面八方的陆续赶来。辽东城内呢，高句丽当时只有3万多，这些守军呢，凭借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坚厚的城墙，殊死抵抗隋军的进攻。辽东城内外，你想3万对40万，比例太悬殊了。高句丽守军为什么，他就没有因为这个畏惧这个进攻的军队人数多，精神崩溃呢？这就是因为一年多之前，隋炀帝曾经率领大军打过高句丽一次，也到过辽东城一次。当时呢，最后这个隋军呢是失败而返，没有得到任何便宜。我们这个在前面讲这个隋炀帝的时候已经讲过其中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呢，同仇敌忾又有先天得胜那种心理那种依靠，所以辽东城内的高句丽军队呢，这军人的心中才有底。所以说第一次征伐高句丽失败啊，隋炀帝特别没面子，他这个人的好胜心好强心又特别大，所以说他第二次又御驾亲征高句丽。而且呢，他很想从哪里倒下或哪里爬起来，他自己亲率主力呢，这个隋军呢就有40多万这个前军进围辽东城，就发誓一定要攻下这个在征伐高句丽过程当中的必拔的这个城市。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句丽所率这个40万大军这个隋军将士当中呢，就有我们的这个故事主人公秦琼秦叔宝。不过在当时呢，秦琼只不过是隋军战士当中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头兵而已。他呢作战虽然说非常勇敢，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名声。隋炀帝虽然以大隋皇帝第二次亲自征伐高句丽，但辽东城下呢这个时候呢隋军是势在必克。时间过去一年多了，而且曾经在平灭陈朝之后当过土帅人本来又冰雪聪明的隋炀帝呢，这个时候已经接受第一次攻伐高句丽那个失败的教训，所以他这次出发就开始命令他手下将领你攻伐城市的时候可以这个见机行事，用不着只要有高句丽的军将这个骗降你再来向我朕汇报。所以说呢，各路隋军一路是所向披靡，因此当时的形势对隋军特别有利。因为皇帝御驾亲征，所以辽东城下包括秦琼在内的隋军将士个个敢奋奋勇征杀。你想当时的隋军不仅人多势众军事工程在当时也属于世界第一。由此呢，这些隋军在辽东城外架设无数飞楼、撞车什么云梯这些工程器械，下面还挖掘地道相配合，昼夜连续攻城，一直打了20多天。但是呢，高句丽守军确实非常顽强，他由于恐惧，他们就变得更坚强。加上呢，冷兵器时代这个坚城这个后墙等于也是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对付
中原王朝进攻最拿手的活儿，所以说这些人也是一直随机应变，拼死抵御，就是辽东城20多天都攻不下来。那么现在来看呢，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呢，既是秦琼军旅生涯的起点，更是日后呢这所谓的18路反王吧，他们起义的这个诱因。谁曾想到，今日在徐徐隋军攻城当中一个大头兵，日后呢竟成为这个唐朝的大功臣。所以历史呢，往往有许多这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的，又类似于天意巧合的东西。那么这次攻城到底秦琼能不能立功呢？隋军能不能攻克辽东城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聊。